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樟科和腊梅科，主要了解两个科的常见树种及应用。樟科植物具油细胞，有香味，树形高大雄伟或优美，多为我国南方常绿阔叶林中常见的箭群种及优良用材或特种经济树种。首先介绍樟树及人们常称的香樟，为樟属常绿乔木，高20到30米，最大的高达50米，胸径4到5米，树冠广卵形，树枝雄伟，树皮灰褐色，纵裂叶互生，卵状椭圆形，薄革质，离经三除脉，脉叶有线点，全圆，两面无毛，背面灰绿色，五月开黄绿色小花，叶身圆锥花絮，果9到11月成熟，紫黑色，果托绿色，浅杯状。樟树产地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生长速度中等偏慢，寿命长的可达千年。喜光，稍耐阴，怕寒冷，须根少，不耐移植，萌芽力强，耐修剪，不耐干旱、瘠薄和盐碱土，对烟尘和有毒气体有抗性或吸附能力，是城市绿化的优良树种，广泛用作庭荫树、行道树、防护林及风景林，可孤植、重植、群植或做背景树，也可选择厂矿区绿化净化树种。第二种介绍天竺葵，别名山肉桂，为樟属常绿乔木，树冠茂密整齐，卵状圆锥形，树干端直，高10到16米，树皮光滑不开裂，浅灰褐色，枝细弱，圆柱形，红色或红褐色，光滑无毛，叶薄革质，有芳香及辛辣味，叶互生或茎对生，卵圆状、长卵形至长圆状披针形，离经三出脉均明显，在表面隆起，中部近乎平行，中脉直贯叶端，脉叶无线点，5月开黄绿色小花，10到11月果成熟，蓝黑色，果托绿色，浅杯状。本种变异较大，识别天竺葵的关键特征是叶背花絮无毛。天竺葵主产浙江等地，多生于海拔600米以下较阴湿的山谷杂林间，为中性树种，喜半阴蔽，幼树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及微酸性土壤，能适应中性土及平原地区，但不耐积水，对二氧化硫抗性强，隔音防尘效果好，可选作常矿区绿化及防护林树种，庭院孤植、重植、列植均适宜。重庆多用作行道树，可提取芳香油。接下来介绍樟属的银木，别称大叶樟、土沉香，为常绿乔木，高25米，胸径1.5米，树皮灰色光滑，小枝较粗，具棱棘，背白色绢毛，叶互生，茎革直，椭圆形或椭圆到披针形，羽状脉，侧脉每边约4条，弧形弯曲，未达叶缘处消失，细脉网状，叶面被短柔毛，背面被白色绢毛，叶身花絮长达15厘米，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产于川峨、陕甘等地海拔600到1500米的山谷或山坡上，喜光喜温暖，稍耐阴，生长较快，寿命长达数百年，抗性强于樟树，可用于山地风景区绿化，可做建筑家居用材，根可提取樟脑。以上三种为樟属，接着再看楠木属的真楠，又称楠木。
是我国特有树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真楠树干通直高大，可达30米，胸径1.5米，小枝细，有棱或圆柱形，背灰黄灰褐色柔毛，叶格直狭长，椭圆披针形或倒披针形，先端渐尖，基部切形，侧脉8到13对，叶背密背短柔毛，脉上背长柔毛，横脉及小脉不明显，叶柄较长，1.2至2厘米，花期4到5月，果9到11月成熟。楠木产地分布较窄，主要在云贵川的部分地区，长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阴石阔叶林中，喜败阴壁，幼年期耐阴性较强，喜气候温暖湿润、排水良好肥沃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生长缓慢，寿命长，生根性，是名贵家具摆件的用材，也是著名的观赏和绿化树种，适宜在大型园林中孤置或重植，或做背景树。三伏胶属的黑克兰也是一种珍稀健微树种，是珍贵的家具摆件用材，其树干通直，树冠圆整饱满，树皮灰黑色，枝条粗壮，紫黑色圆柱形，叶格直互生，顶端极生，到披针形或长卵形，先端极尖或渐尖，基部渐窄，叶面深绿有光泽，叶背淡绿灰白色，两面无毛，羽状脉，侧脉15到21条，花期2到4月，果树期9到12月，红黑色，点缀于绿叶间，有观赏性。黑克兰为中偏阴性树种，喜温暖湿润环境，主要生长于海拔1600到2000米的常绿阔叶林或灌木丛中，分布于云贵川、福建等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各省，以河南为最北缘地带，对土壤的适应性强，在酸性至微碱性土壤中都能很好生长，喜肥沃排水良好的土质，城市绿化使用较少，具有发展潜力，是建筑家具的优良用材，种子是制作香皂的上等原料。再来看茶木属的落叶大乔木，茶木，这也是我国的特有树种，长江流域至华南及西南均有分布，寿命长，全国茶木树王位于湘西花园县古老村，树龄有800年，树高可达35米，树干通直，树冠广卵形或椭球形，树皮幼年期绿色平滑，老实深灰色，不规则纵裂，小枝绿色无毛，叶多极深枝端，宽大卵形，长8到20厘米，全圆或长三裂，背面有白粉，羽状脉或离基三出脉，基部的一对侧脉发达，向叶缘伸出数条弯曲近似平行的枝脉，花期2到3月，花黄色，成熟7到8月果成熟，球形蓝黑色，背白色蜡粉，果托浅杯状，与果柄呈红色。茶木喜光，不耐阴蔽，喜温暖湿润气候及深厚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积水处不能生长，生根性，生长快，每当深秋，茶木的叶片变成红黄色，早春又有成熟的小黄花叶前开放，鲜艳叶幕，是良好的绿化树种，也是我国南方红壤及黄壤山区主要俗生造林树种，可做建筑家居用材。最后来了解我国特产的传统花木腊梅，隶属腊梅科腊梅属，
别称香梅、黄梅花，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丰富的腊梅文化。唐代诗人李商隐称其为寒梅，有脂肪寒梅过野塘的诗句。腊梅原产湖北、陕西等省，现广泛栽培，为落叶大灌木，高达3米，小枝近4人行，皮孔明显，叶半格直，椭圆状卵圆形至卵状披针形，全圆，叶面粗糙，有刚毛，背面无毛，花期长，11月至第二年2月，叶前开放，凌霜傲雪，花背片黄色蜡紫，香气沁人心扉，为冬季观赏佳品。腊梅发质力强，耐修剪，寿命长，抗有毒气体，洗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洗光，烧耐阴、耐寒、耐旱，不耐水湿。花农有旱不死的腊梅之说，适宜各种配植方式，作为盆花、装景和瓶花也独具特色。我国传统上使用蓝天竹与腊梅相搭配，呈现绿叶、黄花、红果的景观，色香形相得益彰，极显喜庆和造化之妙。腊梅属共3个常见品种，有狗牙腊梅、庆口腊梅、树心腊梅，区别在于叶花形态和花香有所不同。同学们，本节课的内容我们就学完了，请大家强化课后复习，并思考几个问题：一、天竺葵、银木与香樟的区别；二、腊梅科树种的花期在什么时候？腊梅有哪些常见品种？好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各位同学，再见。